这是一则关于鬼吃人、人吞鬼的故事。话说，从海上来了一只赤鬼，村民认定它是来吃人的，因此都感到害怕。在海边住了三个人，一个女人，她那脑袋少了根筋的哥哥，和一个喜欢吃醋的男人。三人奇迹般的和语言不通的赤鬼沟通起来，并发现赤鬼到来另有目的。这时，村民们点起了火把，准备屠宰赤鬼。喜欢赤鬼是因为他在调皮的预言当中呢，点出了人们对于不熟悉的事物的恐惧和不安。既疯狂又深刻，要让四个演员演戏中的所有角色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挑战。3月3号到13号，戏剧中心联想剧场，到时见。